我今儿白天给你打一天电话，你干嘛不理我？我那会儿手机没电了。讨厌！我不是担心你吗？怕你又被龙小雨给骗了。怎么会呢？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发一张照片，你看一下。我今天路过你们家老宅的时候照的，绝对惊艳。等着。如果想把一个梦反过来的话，就要在瓦顶撒上一粒花种。如果这粒花种开了花，你的愿望就实现了。站着！怎么着，嫌少啊？把你钱拿走！你有病！把你钱拿走！钱拿走！我不是要饭的。没事吧？把你吵醒了吧？没有，也该醒了。出去了。找到工作了吗？找到了。什么工作？韩丁，你这么问我，让我又有一种被审问的感觉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现在生活得怎么样。我挺好的，你不用操心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或许我可以尽一份力，真的。谢谢你啊，真不用了。像我今天连续搬了三个家，也挣了不少钱。啊，搬了三个家，怪不得这么晚才回来。一起吃个饭吧。不吃了。不吃饱了。韩丁。有什么事？你就直说吧。我想你这么晚出来找我，不单单只是为请我吃顿饭吧。晶晶说要和我结婚，
我祝你们幸福。你真这么想的吗？我还能怎么想？你是我的恩人，我还没有报答你呢。这跟报不报答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想听你最真实的想法。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我的真实想法不重要了。陆小玉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，我就是想和你坦诚相见，彼此说说真心话。坦诚相见，真心话。我还爱着罗晶晶，而且我这辈子不会再爱别人了。你放心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祝你们幸福。我拒绝了他。韩丁，你今天约我来这里，韩婷，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不光救了我的命，还成全我跟晶晶在一起。韩婷，你放心，我会报答你的，我以后会挣很多很多的钱，实实在在的报答你。你错了，我不希望你跟晶晶在一起，我希望你离开她。你什么意思？陆小雨，晶晶是个感情至上的人，她希望她爱的人能够给她纯粹的爱情，可你不能给她这样的爱情。我为什么不能给？晶晶，我是个穷光蛋是吗？陆小雨，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。记着我们在看守所里所有的谈话吗？如果晶晶听见的话，她一定会对你失望的。我劝你还是离开，至少在晶晶的心里还保留那么一点美好的回忆。你的爱情不纯粹，里面有很多的杂质。纯粹？什么是纯粹？韩丁，你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纯粹的东西？你纯粹吗？你敢说你对罗晶晶的爱就是纯粹的吗？没有一点杂质的吗？你就是瞧不起我，因为我很穷。陆小雨，这跟穷没有关系，我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不一样。你认为的是钱，而我认为的则是感情。你别给我谈这些，钱和爱情是分不开的。你没有钱你能上大学吗？你能当律师吗？如果你不当律师的话，你能帮助罗晶晶吗？你不帮助罗晶晶，她能爱上你吗？因为你有钱，所以你才会有机会。陆小雨，这就是你最可怕的地方。你的欲望和你的不择手段最终会害了你的，你懂吗？你少跟我来这一套。等我以后翻了身，我拿着一大把钱来报答你的时候，你要不要？50万？100万？要不要？那5000万？1亿？
行，也许你不会要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妈妈生了重病，你一分钱都没有，我捧着这一把钱到你面前来，我问你，你要不要？如果我让你给我跪下，你跪不跪？汉丁，我告诉你，一个要饿死的人，他不会因为给别人下跪就不吃这口饭。纯粹清高那是要有资本的。什么是资本？钱就是资本。汉丁，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向你表个态吧，我决定要走了，过几天就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走不是因为你说的我跟罗晶晶不合适，是我不想罗晶晶跟着我受苦，我不想因为一个馒头我们去跟别人下跪。我现在最大的任务是挣钱，挣很多很多的钱，然后我回来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我龙小雨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欠别人的一定会加倍偿还。韩丁，我是个男人，我不喜欢被别人施舍。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，包括这顿饭。我和龙小雨谈过了，他说他要回厦门，我帮他订了卧铺票，过几天就能拿到。哦，你们还谈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他就是说感谢我还有你。他状态怎么样？正常，挺好的。青青，你决定留在我身边，是因为你爱我，还是想替龙小雨还债呢？我离不了你，舍不得。舍不得，是因为你爱我，还是觉得欠我的？韩丁，你应该相信我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别忙了，青青，吃饭吧。马上就好了。你不是喜欢吃蔬菜吗？给你做了一个沙拉，你中午可以吃。谢谢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以后要是每天中午都能吃上你给我带的饭就好了。那我就每天都给你做。你真的会永远的留下来吗？你还是不相信我？不是。来了。今天的车，我来是跟你们说再见的。静江，这个袋子里是给你的。
怎么说走就走？不是说这周没有卧铺票了吗？我想过了，早一天回到厦门，就可以早一天发展我的事业。再说我这个人，做什么卧铺啊？只要能回去就行，省一块钱是一块钱。等以后发了财，再讲究也不迟，是不是？龙小雨，祝你成功。几点的车？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等以后发了财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如果发不了财，我就不会出现了。小雨，不管能不能发财，我们都是亲人，为什么不见面？晶晶，这个袋子里装的是我给你烤的最爱吃的红薯，我撒了大街的叶子在公园里给你烤的，外面的红薯啊都是用煤烤的，不香的。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能给你的了，只能给你这个，送不了别的。晶晶，以后你要学着自己烤红薯了。我在这张纸上写了说明的，怎么样挑红薯，怎么烤红薯，只要你按照这上面的步骤，很容易就学会了。谢谢你，我们会按照你说的试试看的。晶晶。嗯。我走了，我们送送你吧。韩丁，晶晶，我该走了。以后的路，不管有多难，有多孤单，我都会一个人坚持走到底的。再见。晶晶，晶晶，我把你的手链放到韩林家的邮箱里了，我送的东西不能还给我。其实，我完全可以等你醒来之后再走，但是我害怕，害怕因为我的存在，引起你更多的挣扎。
你的身体，你的心，已经不适合再承受更强烈的感情撕扯了。那样的话，你真会崩溃的。我和龙小雨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只不过他的爱是要把你拉得更紧，而我的爱是唯恐伤害了你，唯恐令你痛苦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能理解。你努力过了，为龙小雨努力过了，也为我努力过了。我真的很感谢你，请你最后一次聆听你心底最深的声音，然后跟着这个声音努力地往前走吧。如果你选择离开我，我只能接受。静静，为了爱你，我也努力过了。别总黑这个脸了，那女人她就那么回事儿啊。再说罗晶晶她不也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吗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去，还预感呢？行了行了，别瞎想了啊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啊，还是得要拼事业，事业上有所得也就行了，至少龙小雨这个案子足够你吹一辈子了。哎呀，你说我要是当初知道这个案子是这么个结果，还轮得到你啊？啊，我干了这么多年律师，做了这么多件案子，还没有一个像这么焦惨。你也就是运气好，碰上第一个案子就这么登峰造极了。那我以后不是没奔头了？哎，那倒也不是，罗晶晶要是离开你了，你还真有奔头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啊，你现在可算得上是金牌律师、钻石王老五了啊。罗晶晶她要是有眼无珠，让你从指缝里溜走了，那后面来的那些生猛小姑娘们，哪一个不摩拳擦掌的往你这儿冲锋啊？到时候我看你是忙都忙不过来喽。老林，你正经点行吗？我说的就是正经的呀。行了行了，放松点啊，别瞎想了。这个给小孩，我怕他今晚不会用。韩律师，那个大嫂已经等你很久了，我跟她说您出差了，她都不信。谢谢。您是韩律师？哦，是，我就是，你是？韩大律师，求求你救救我男人吧，他是被冤枉的，真的，他真的是被冤枉的呀！大嫂，你别这样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！有什么事你起来再说好吗？啊！可是我时间不多，我一会儿还要出差呢。来，有什么事你先坐着说。来，韩律师，你听我说，我男人他被判死刑了，说是因为他杀了他的相好的。可是我男人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你不知道，他为了那个相好的没少打我骂我，他挣的很多钱也给那个女人花光了，他就是坏在那个女人身上了。可是。他是我孩子他爹，是我年轻时候就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人。他到底有多好多坏，
我最清楚了，他不是那么狠心的人呀，他就是爱吹牛，所以才坏的事儿。大嫂，你别着急，你有你男人案子的材料吗？我先看看。有的，有的。这个是我孩子的作业夹。韩律师，你要是不帮忙的话，那我孩子马上就要成为没爹的孩子了。可是他还那么小，求求你帮帮忙吧。咱别急。照片上这两个人是你什么人？啊，这个是我男人，那个就是那狐狸精，叫朱四平。张兄是你男人？对。韩律师，我知道你把龙小雨给说活了，我们那儿的人啊都说你是神嘴，所以你是最有本事的，你一定也能把我男人说活的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才到这儿找到你。求求你了，接下我男人这个案子吧。多少钱？你要多少钱都行啊。啊，大嫂，你听着，这个案子我不能接，我也不想接。如果你想救你男人的话，去找别人吧。可是你最有本事了，我求求你救救他吧。我男人，你起来。大嫂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你别找我，找我是最不明智的选择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只知道你呀，韩大律师，我求求你还不行吗？求求你救救我男人吧，韩大律师！又想偷吃，好香啊！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煎熬。别看咱们快没有煤气了，但我照样有办法做一顿好吃的。怎么样，味道？嗯，我猜这个一定很好吃，所以我给你。多吃一点啊。嗯。放点青菜。有点咸了哈。静静，嗯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吧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我想把你送给我那块表拿去当了。我问过典当行的人，
那块表可以到3000块钱。我们该交下个季度的房费了。不用，房租我已经交了。交了？嗯。哪来的钱？回来以后没接什么大活啊？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交了。是陈瑶给你的钱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跟程瑶是那么好的朋友，再说以前我也借过他钱啊。不要，绝对不要。你明天就把那块表当了，把钱还给他。不要，典当行要利息的。那块表以前我在法国街上转了好久才买的，我不舍得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不想让程瑶这种势利眼看我的笑话，我宁可去要饭也不要他的钱。小雨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不想让他嘲笑我，我更不想看到他以恩人自居的样子。他是你的朋友，他绝对不是我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，一定要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吗？停电了，是跳闸。来了。韩大律师。大嫂，怎么是你？能让我进屋里说句话吗？大嫂，我不都已经告诉你了吗？这个案子我是不可能接的，你怎么还跑到我家来了呢？这样是没用的。啊，能先给我口水喝吗？我这都在楼梯上坐了好几个小时了，这一直等你也没等到。我刚才看见你家灯突然亮了，我这才敢过来。你一直等我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看见楼下的人开门跟着混进来的。我这本来想坐在你家门口等，我又怕被人给赶出去，所以只好坐在楼梯上等了。能让我进屋里说句话吗？起来吧。哎，坐吧。坐吧，没事。哎，大嫂，你听我跟你说几句。我也有我的苦衷，这个案子我真的不能接。就算是我对不起你了，行吗？等你把这杯水喝完之后，你就走吧，往后别再来找我了。你等等，那个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大嫂，我不要，你给我什么我都不能要，你别这样，你别。这钱给你，全给你，只要你答应救我男人的命，卖房子、卖地，我都愿意。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再去借。大嫂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你告诉我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答应你。是，我知道这些钱不够，我知道你们也不缺钱。那你告诉我，缺什么？告诉我。我
去安静，大嫂，我去安静。什么朱四平、龙小雨、张雄这些名字我都听烦了，我听烦了，不想再听了。你男人在外面行为不端，他犯了法，法院已经判他有罪了，你还较什么劲啊？我也不想较这个劲呢，不都是因为那个狐狸精吗？我男人是因为碰上那个狐狸精才倒的霉。我男人是有点不正经，可是他人不坏的，他聪明能干，热心肠，还会挣钱。他为了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，给了我很多钱让我过日子。啊，他还写了字据的。你看，这上面说了，他以后啊每个月都会给我钱养我的。他对我们母女不薄，在我们乡下，那一个男人能做到这样，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他心不狠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上面写的，你看看这上面都写了，你看看。张兄对你的心不狠，并不代表他对别人的心就不狠。他是被冤枉的，我男人是不会杀人的。是，他跟我说了，他给了那狐狸精，他给了那狐狸精三刀，可是那三刀都不是在要命的地方呀，你应该看过验尸报告的，对不对？最后那一刀不是他捅的，真的不是他捅的，他跟我说了，最后那一刀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也不清楚，他也没搞明白，反正不是他捅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再说一遍，你去找别的律师事务所吧，行吗？你别烦我了。我现在只知道你是我男人，是有混蛋的地方，也有混蛋的时候，可是他对我们娘儿俩不错。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你看看他多可爱啊！你看看他还那么小，你忍心看着他，看着他爸爸被人冤枉死吗？是，我男人是错了，他不应该给那狐狸精三刀。可是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啊，你不能因为他犯了这个错，就把所有的错都推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求求你，救救他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求你了！你要是救了他，我们全家都会感谢你的。大嫂，你先起来！保佑你！你先起来！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！你先起来！求求你了！这事我会想想的，我这事我会想想的。你先起来行吗？你先起来啊！你说，你会想想的。我现在就走，我先走，我过两天再找你，我先走。你等等，这钱你拿过去。都给你了，都给你了。哎，这钱我不能要，大嫂。我不能把钱带回去。你要不要的话，我不接这个案子。的风啊，暖暖的吹，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。看见你远去，身边无人跟随，这一刻我伤心，不能追。
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。镜子上的指引，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，我呼唤，我想你。我已经很累，我没有责备，请不要问我谁谁。拉住你的手，无语相对，沉默中心与心靠近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。镜子上的指引，久久没有消退。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心